各位咱乡亲，对面是大家好啊！我叫做李正贤，学你的吼啊！我即届咧要来参与咱前镇小港基丁的立委参选吼。我、最大目的，希望单局爱落台，新潮流爱倒，台湾较会好。人讲啊，你是咧讲这是讲啥货？其实我即只咧啊，今仔要来甲报告，是安怎我要求单局爱落台呢？第一，伊伫讲公司啊。即种时阵呢，也是相当相当个歹。即马像阮一挂众多个自救案啦、啊，也是即、这个啊有关呢，即、这个啊即、这个下当讲吼，真济只弊案啦，包括即个拆除呢啊，即、这个毒韭菜市场，即是嘛是一个弊案，拢种事吼。啊，最近呢，咱也了解呢，当局以前所执政个公市政府啊，啊下当讲吼是一个真歹。像伊培养出来的人呢，像丁义公啦，安尼吼，包括呢，伫市政府内面房间呢，也伫咧做迄个代志。所以讲，陈局，难道你免讲个清楚吗？吼、你甲想，像即个弊案，伊嘛是无来讲。阁有呢，啊一个即个洪智坤啦，吼，即洪智坤先生，伊是陈局要竞选即个连任时阵呢，啊要请伊来。拍片的一个幕后的主使者啦，伊会当讲伊的机要秘书哦，是机要秘书上亲近的人呢。竟然你甲看最近媒体，啊，伊嘛是讲性骚扰，所以陈局啊，陈局，你培养的人到底是咧秘啥物物件啦？啊，你是毋是爱来落台？你即摆咧做监察院长呢？啊，你爱来落台是毋是啊？所以我咧讲吼，正阳你讲了嘛有道理呢。啊，当然伊爱落台。以前伊咧做市长时阵呢，啊，民进党、国民党执政，伊拢讲要来废除呢。啊，甲蔡英文来讲啦，吼，讲民进党执政要来废除这个监察院，已经考试院。啊，竟然呢，啊，你种唔正人啊，种大悲剧啊你啊！啊，竟然走去做行政这个监察院院长，啊，你即马只好肥肥，叫我推推，等你啊薪水尔。你遮一寡弊案，借问个，那歹个啦。民进党歹，啊！你拢总参加有份，你即马做裁判，球员兼裁判，啊！你是毋是爱落台？所以呢，咱各位乡亲都袂是大，咱来了解啦。即马新潮流爱倒，单局爱落台，咱台湾人吼爱好啦。咱即马台湾拢讲民主，即马呢新潮流伊拢用阿强来甲恁拍哦，啊！你台湾人。啊！你无投予我，要投予啥物？所以咱伫遮咧呼吁，咱各位乡亲中部时代吼，唔通像头啊乡亲所讲的咧，唔通造成咱即马需要台湾的真正即个改革的民主。所以我伫遮咧嘛，希望咱各位乡亲时代，尤其啊伫即个小港机场要来清建即个代志呢，啊，咱乡亲时代，咱来想清楚，伊会造成咱小港啊即、这个四方面的即、这个。啊，房地产来崩盘，造成咱基丁、兼前镇兼小港的空气污染嘛相当的大。这点问题呢，咱各位乡亲是话，伫未来啊，我会请我的师傅吼，啊詹博士呢，来到咱各地方来做现场的这个演讲，互咱一挂乡亲是话呢啊来了解，包括咱即届大南埔千村案呢，咱希望呢啊大南埔的这乡亲是话吼。啊，包括伫即个小港、阿门港、前村，你唔通搁再被市政府兼中央执政的政府呢啊所骗你？你甲想85%，或者阿门港、前村的人呢啊，会当讲拢总伊的即个买入厝，即马拢变作华牌屋啦，有人变作流浪啊，这是也真可怜吼。台湾是西南的所在。啊，咱正下咧，啊，即届
要来参选前镇小港基镇啊，尤其是基金这方面呢，会当讲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海水浴场吼，啊，这个希望讲会当伫这个海水浴场来造成一个人工啊，会当让咱全台湾的乡亲呢啊，做都像垦丁安尼来造成吼，一个真好这个海水浴场呢，和一挂外地啊来到咱基镇来发展咱基镇的观光吼，啊，真感谢咱乡亲甲海内外的这个收看，希望这个呢，这个出来参与这个选举呢。希望咱各乡亲士代呢，你若对着前镇也好，小港也好，啊是咱基镇也好呢，有一挂需要改进的所在呢，啊是讲你来激发咱以前单局所执政的这个市政府的弊端呢，啊拢希望吼，会当靠我的这个电话给我吼，啊我一会去甲录音来甲访问。好，今仔讲到这啦吼，啊嘛感谢咱乡亲中部士代的收看，希望呢啊支持正人呢。来参与基丁、小港、前镇，这届两位参选，多谢，感谢，谢谢，多谢。台湾是世人的所在，光亮光，阮在阮心内，付出情意。台湾的心